ですね。没粮了，嗯，没吃的了，是不是没吃的了？嗯，好。又上来了，哎，今天好热呀，都是。林总，其实跟总年人并不需要红色小象，只是爷爷的一些特殊时期的特殊方法。但是红色小象，确实很多人也喜欢了。对，严谨一点，因为昨天已经有朋友问我是红色小象哪一款，准备给自己猫试试。对，去吧，把爷爷捡上，把爷爷顶一会儿，那好热，爷爷，我们好热，冻死了。主要这个面我磨了挺长时间的，这个面磨的现在，对，这么看是漆都掉了，是的。在某宝上再搞俩腿儿就完事儿了。大理好多松鼠的，下一步给家里边用木材做那个猫跳盘、跳台啊，还有跳板啊，还有那些通道什么的，就可以来这儿整点木材。但是现成的东西这儿没有，现成的得去下一站找。把猫，这个小小的也很可爱。小一点的，哇，看这个，我老家巨石雕，这个里面是真的很大哎，
都是自己的。这条凳子也挺特别的。出来了，这家东西确实是挺多的，但是摆着那个样子，我爷爷说看起来就是买不起的样子。它里面有一些有价格的，我看了看，对，差不多大部分都上千了。有一个那个盛水的那个木瓢，550，就一个小木瓢，二手市场。是，就这个价格现在就是夯不准，感觉有点不敢下手。对，再逛逛吧。帅哥，走吧。看看鸽子，路过。竟然真的有，哇！在外面自己可以看啊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哇！整整齐齐，看一下我鸽子。哇塞，好壮观啊。哎呀，我带相机来拍一下。好，好有趣啊。也不知道在看什么，其实好好看。不同的，我踢对了。对，哇塞，不同的高度。算了。这就是传说中的 love and peace 吗？对，有 peace 了，没 love 了。来 love 一下，来 love 一下。奶奶好像一个小朋友，不走，非要蹲到这个鸽子起飞。是啊，十月份开始比赛。现在正还正在收鸽子啊。哦。收鸽子，现在这些鸽子都还是小鸽子。哦。所以他们有些人把鸽子送过来你这边，然后你帮他们训。嗯，对，我们自己训。然后最后比赛。嗯，对。哦。是你们比赛的时候是外面人都可以看吗？还是说？啊，对，都可以过来看。十月份比赛。嗯。还走在山里似的，那歌场就在那儿。嗯，这个路好漂亮。刚刚我们回来的路上，丽姐发消息说，她的房东给她涨价了，要她一次性付5年的20万，然后她就准备退租了，然后说叫我们到她院子里来看看。有没有什么我们用得上的东西？我们一年四季的话都开的，一个是这个含金莲的种子，就是直接撒在地里就可以长。我没地，你撒你那个一亩地里。或者是那是那什么，你那头可以弄一些小。那我这个给你小东西。不用了，丽姐，不用了。小啾啾，赶紧说说，你感觉这儿挺忙的，你需要帮忙搬上。大片的乌云又来喽。
今天晚上估计又是大雨哦。